今天煲黑枣党参乌鸡汤。黑枣没有红枣那么燥热，它的性味温甘，所以黑枣可以健脾养胃。对于脾胃虚弱导致的气血虚、胃寒怕冷、手脚冰凉的人，要多喝。这是今天的全部材料。乌鸡肉焯水，再用清水洗掉血沫。500克乌鸡肉，黑枣7颗，党参10克，沙参10克，玉竹10克，黄芪10克，姜一块，倒入适量水，大火煮开后，在最小火煲60分钟。煲好啦，加入棋子，汤浓郁香甜，鸡肉不柴带点甜，我们一家都爱喝。